That was so easy. 这有河南？还行吧。武汉死于黑衣人，逃命下外，但超肉韩胁迫剪彩甩狗吃屎。这一季是要搞回忆杀吗？不知道耶。登陆旅行实境节目《哈哈哈哈哈》第四季日前开播，由邓超、鹿晗、陈赫等共六位嘉宾们组成五哈旅行团。是说节目组超坏的，还未正式上路就先恶整五人一番，外加各种惊吓。干什么？干什么？哎，这是干啥呀？等等，我给。哎，少将，少将，少将，哇！然后呢？然后五人要决定旅行地点。老挝，咱们大概有40个老挝欢迎我们，我是看出来了，非常热情啊。老挝大家都没去过啊。要了解一下，大家回头看电视。哎，这有电视。哎呀，我的妈呀！我这一天我真是有点，你离最近了，累了。哎，更累的还在后头。无人被要求在30度的斜坡上剪彩。这不是 so easy？ 这有河南？还行吧。这还好吧？冲上去！冲冲冲！开出信心向前冲！哎，可以啊，可以啊！哦，不行不行！五人折腾了很久，开播典礼竟然还要爬坡。我们上来之后，然后呢？我们要干嘛？站好剪彩啊！还要站好啊！站不可能站得好的，这不闹吗？这不好拿，真不好拿。快，老邓，涛哥站起来啊！五哈这新的一季开始了，祝大家哎开心啊，每一天快乐、平安，然后不要抖好吗？没有抖，你没感觉到往下滑吗？你走开啊！对呀，我抖不了啊！你把手伸出来。呀！哎！哇！哇！哎呦！